妥了，以为没啥事儿，一招手我就停了，他妈，这就干活人拉工具，这也扣钱？这不是混装那都代码多少？这是货吗？查着没？我也不拿这挣钱，这是货吗？咋着不？跟那个没有关系，只看你拉的多少。你现在在哪呢？多少怎么个标准？嗯，多少怎么个标准？尾型怎么个标准？就像正常的话，你这种只能坐人的话，你放个衣服，放点家具用品，就少点的东西，那都无所谓。哥们，我开了这么老多年车了，就卸座吧，他能扣我钱，这也扣钱。哎呦我天！就这也得扣钱，什么？干活人啊，不容易呀、啊。对呀、啊。网友怎么说？明目张胆的敲诈勒索，留下买路财，这是你们喜欢的共产党。人家车子里只要不装违禁品，你管人家装什么？怎么装？还罚钱？只有中共国才会有的事，国库空空了。不割韭菜不行了，共产公安就是镰刀啊，这是什么逻辑国家？奇葩，这叫穿制服的强盗打劫，只要交警把车挡下来，那就基本上要罚款，没理由也能找出理由来，这就是国家的共同富裕。强盗要抢钱还需要理由吗？不想百姓躺平，却要逼百姓躺平。大纪元时报遍布全球，不受财团政党影响，真实感言。不管是想了解国际局势、两岸议题，或者想要寓教于乐、丰富人生，您需要的都在大纪元时报。订报专线0800566688。